瞬间的真的好老派。好，我从来没带过这种这个叫什么。我们的前辈韦静稍微来指导一下动作指导。今天情意相挺啊，也是韦静在入伍之前最后一次的公开露面的活动。当唱片公司邀请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来帮你打气，帮你加油，帮看看你这个新生代优质偶像剧甜心哦，给他这个执行代表。对。但是这是你自己也很多歌收录在偶像剧的那个啊，还好吧？你现在是要哭啊？还好吧？那他很会创作，是我现在最想要学习的东西。我有听你的创作啊，真的假的？对，而且我最喜欢的是胆小鬼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我就一直听，真有听是不是？我一直听胆小鬼，听到爱你都没有听。你是3、2、1 ，Action！魏璎珞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推脱我的命令！你脚下这片土地是紫禁城，是长春宫，一切都要以皇后娘娘的需求为优先。我今天就要告诉你，我是主子，你是奴才。你好高啊！我还是活得大。好，热情掌声给他们。